这题问的是有关于疾病跟环境，可是就是这个病怎么来的比较哦。本酮尿症是遗传影响的，对，它是个隐性的遗传疾病，本酮尿症，所以 A 是对的，隐性遗传疾病。水痘呢是病毒，它是被感染，所以它不是遗传，它是被病原体感染，是病毒，水痘病毒。肺结核也是，肺结核杆菌是细菌。所以这里的 C 字为什么不对？因为它不是遗传，你又不是遗传来得到这个肺结核或水痘，这两个疾病是因为被病原体感染，感染。一个是水痘病毒，一个是肺结核杆菌。好，这第一。